你没喂，你咬你以前喂的，你叫咋着？叫啥？叫啥？啊？叫啥？叫虎子。叫啥？虎子。虎子。虎子。这啥狗啊？这是？咱们叫你叫毛了，叫了你我不认。我咬着我疼。疼。那你要是不管摸，你摸我也不叫你摸。对啊。我咬着你，我再过。啊？过来。过来。这狗是啥品种的呀？多少啊？多少啊？60多斤。嗯。咱们那是60多斤。啊，60多斤。挺麻烦的。挺麻烦的。哎，那个不讨厌嘞，这。对，它不讨厌了，照要这说你这别饿死了，别叫人拿了，到今儿不会危险。养小狗呢。养小狗都大三四个月，我一代命都。嗯。这狗不带命。俺屋里这狗都多少？都多少？这狗病过去了。 它腿上长的这毛啊，是不是得给它剃剃呀？这，挺像毛呀。哎呦，长得这样嘞，毛茸茸的，看着。 你给他握的时候，看他可知道？还怪听话，也不咬人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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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600块，我们傻锅子。傻锅要面都是炒的。呀，叫啥呀？老郭，锅卖了吗？不看呢，锅啥都卖了，要锅啥都卖了。这真要卖了，这要下下再说。这不值钱。你还卖不上国家价嘞？那不行，你不相信？啥时候不值钱？哎，老了。行吧，你要了吧？啊，不来这狗，这狗这片。哎，香香，你来晚一步了，大爷。我给他搁讲完清起来了，你可知道？这狗不来这狗，你要，他要饭了，你饭钱了？你饭钱了吗？多少钱？600。给钱那都无所谓，都买够了。600块，管我，管给我的钱。狗跟这狗一模一样。买那个大狗，这啥品种的呀？这没啥条木，这是呆木，这是松木啊，呆木。德牧。这狗反正讲不成狗。这狗反正这毛来的体体吧。木狗呀，木狗啊。木狗，我叫钱干部转过去了。啊，这钱干部转过去了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我走了。你走你的。叫他叫你走，你先走了。哎，干部走，卖我600、6000呀，卖是啊。给老五弄上来。